刚下来的大樱桃，又黄又大。差点意思。今天我们加工一下。好吃又顶饱，那不就伸手就来？我靠，这年轻人，给他泡个热水澡，好好的把它洗干净，做个全身手上马上洗，来个推背，那个推油。里面全是脆骨。这个咬不动，给老板拿回去。最后大象，老板买个鱼，是不是有病？买个鱼头。今天我要把这鱼头上的骨头全部吃掉。他的名字叫咸男友。嘴都有点抽筋了，这真是个硬骨头。老板来只鸡。这哪能买鸡呢？买个鸡子。哎，那是鸽子。烤一遍可以先给老板带回去。不能吃，没事，我会吃，都给你，谢谢啊！今天做个好东西，今天我要把这个东西做成一道美味。家里有冰箱的可以直接放冰箱冷藏一下。果冻自己做的就是好吃。哎，老板。啊、这年轻人，我的生活水平都这么高吗？这个给他太浪费了。这个是个好东西。吃了香。哎，老板，这给你，不够吃，多拿点。这是好的。还是不够，下次再拿点。今天做个麻辣味的土特。烤得太狠了。还是这个香。老板，这爪子这么大。来一个，一块钱能买个啥？有可以加一块，这两块钱也买不下呀。剩下我下回。下回。
这个比我脚还大。这皮难为给老板做什么皮鞋？Are you okay?爪子越大越好吃。先带大家尝一下我们北方的土特产。这可是我祖传的手艺。秘制小龙虾，更不是。盐倒一点就行了。又咸又香。老板，猪这么肥、啊？客户留的。腿儿挺粗的。哟，这肌肉这么大？这是腱子肉。肌肉挺发达，今天咱们好好坐一坐。嗯，还是腱子肉香。哎，老板，这骨头不错。我这是给客户留的排骨。哪个绳子？这是骨髓，你要尝一下。今天我这种做法你们肯定没吃过，这里面全是筋骨。这个特别有嚼头。骨髓这么做绝了。哎，老板家还下水管了、你家里有下水管了？那你不要了。哎，这个还真和下水管一样。还是下水管好吃。哎，老板，这肉一两个洞不要了吧？你见过三个洞的？谢谢。是。你肉好吃，下次再弄点。哎，老板，那狗都不要了吧？喂我家狗的。我帮你喂吧。你知道我家在哪？我给你媳妇打电话。其实我不知道老板媳妇电话。哎，姐夫，老板刚不是说这是给狗吃的吗？嗯，剩下给狗吃。哎，老板，这是什么？嗯，这是好东西。这里面水这么多啊！这个得拿鸡尾酒好好去一清。还是老板给的这个好吃。哎，老板，这是猪舌头，别动！我给你做个大碗去。还是这个吃着过瘾。嗯，过来。做我的男人。老板，你这猪都是公的吧？谁的牛？是啊，这是猪牙花，给我烤了吧。谢谢。这比猪舌头好吃多了。哎，老板，这骨头不要了吧？给你吧，再好的。
姐夫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人生几何，对酒当歌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